哇！抽完了，抽完了，好大啊！兄弟们，出来钓鱼了喂！这么好的天气，不出来躲一两竿吗？今天来大水面钓啊！小河沟已经给别人垫完了，没鱼可钓了，只可以来大水面了。这里还有一个颠颠的，先来做饭啊，还是用老坛甜薯锅涮玉米，看一下在大水面能不能钓到大鱼了。又搞完了，大半包，一包玉米钓两次，再来加玉米浆粉。这个是不用加水的啊，还有很多小伙伴问要不要加水，是不用加水的啊。你要是加水的话，这些玉米它又不吸水，然后就会很凉很凉，会粘手的啊。要是不加水的话，现在就很干很干，你看这种它就不会粘手，一捏它也能成团，对吧？搅拌均匀就 OK 了。竿子已经下完了啊，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大鱼了。喂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大鲤鱼大鲤鱼，看一下是不是大鱼啊？这手感可以哦，不小哦。大鲤的吗？应该不是很小的哦。开叉网给我。开叉网，来了来了。我感觉不是很小。控住，控住！哦，不大，大，好大啊！哇，眼镜眼镜，来了来了，直接就飞了！哎呦，好大条啊！不大，不大，小鲤鱼，不知道怎么拉了，就这么正。哎，第一条。还没做呢。你看。两个杆子都在动，要抽哪一个？先抽第一个吧。先来这一根，两根杆子一起来了吧。我也问了谁的呢？哇，感觉不小哦。要不要开叉碗？感觉有点重哦。两个杆子都中鱼了，龟了，好厉害哦。应该是鲤鱼吧，转得这么厉害。哇，抽完了抽完了，好大啊！哇，好大的红眼啊，起码三四斤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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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个红眼够大。哇，水好大。我还以为是小鱼呢，拉了这么没力气，这个就是小鱼了。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一个小土灵，哇！再来看一下这个红眼，哇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，两斤肯定有了，哇！我还以为小鱼，今晚拿回家炖了。又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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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。好像不大耶，跑了，我感觉是跑了。哎呦，跑了，不应该抽一抽的，跑了，肯定是三斤大鲤鱼。开饭了，我看一下，发粥牛腩粉啊，空军大师买过来的，鱼不吃，咱们先吃了啊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饿了啥都好吃。现在没有那个玉米了，都不上鱼了，开的那些饵料没鱼吃。好像既然鱼不吃，那咱们就吃。来，粉丝大哥们吃个牛肉。哇，龟老丸里面的更香。嗯，哇，吓死人！这根针这么粗，这么长，扎到龟老的脚。哦，
my god， 心痛死了。